青春爱读书，那我们读什么书？今天读的是《阿黄少年诗》。你在书中遇到像克洛摩这种霸凌你的人，你要怎么办？通常都会直接反击回去或者怎么样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讲回去，他们会更可怕的会过来。有遇过真正的克洛摩，而且他是对我，我就是受害者。虽然有尝试走出来，但是我觉得那个还是没办法磨灭的东西。